人家说你在店里面都没有消费，这边待这么久了，你要不要先离开？女子来到咖啡厅，没有点餐，一待就是四五个小时，店家劝阻没用，打电话报警。你有没有不舒服？现在询问你有是不是？有帮你叫救护车，他们拿来，你要配合可以吗？请你不要。女子穿外套，把身体包紧紧，声称身体不舒服。僵持好久，原警怎么劝都没用。我说我会出去。我们交强制力了，现在跟你告知了。我说我会出去。那你请你现在马上站起来。出动了四名原警，各抓手跟脚，将他给抬出去。只是待会派出所，女子情绪失控，不停拍打大门。人家开店租金啊、冷气啊，什么都有。都要花的啊，使用者付费啊，你要来这边享受这边的设备，你当然就要所消费啊。坐在那边应该是在睡觉，因为他也不是坐，他有点躺着的方式，就是躺在两张那个椅子上面。事发在周日，高雄这间咖啡厅生意好人多，女子不点餐不点饮料，坐这么久影响到店家做生意，店家没办法报警处理。拒绝出示证件与原警查证，情绪激动，且有不断拍打驻地大门等脱序行为。女子没消费，赖在咖啡厅不走，不配合调查，被原警扛回派出所，又拍打大门。由于独居，难以联系到家人，最后被强制送医。三重记者卢宏淑珠高雄报道。